Hello，早安呐、啊，早安呐、啊，没有啊，没有什么过场啊，片头什么之类的都没有啊，不要想太多。好了，我好了。啊你，你要不要再躺一下？好啦，准备喽。我突然觉得，真的好久没看到这张了哦。我好像。啊，最近玩的游戏也都是不能开皮的啦，所以叶子安安，小鱼，感谢小鱼的订阅啊！这个我都忘记要怎么变眼睛了，你知道吗？哎，靠腰啊！哎呦，好，记得了，记得了，对，就是还记得吧？这眼睛都可以变的。好啦，准备喽，准备喽，准备喽！然后啊，他竟然，我挑一下，弄一下哦。我特别去找一个封面图来用。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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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啊？我找一个很适合我的。啊，这个。这个。它总是粉色的，等一下哦。你要聊一下天，聊一下啊，没有，聊天是会聊天，只是我有找到这个，没有啦，这个，我的皮嘞，我找到这个可以玩光遇的时候用超白痴的。很棒吧？好啦，正式喽。我找一下，因为其实我这个人很懒啊，所以那些什么效果啊、特效一些东西我都没有去弄。对，Hello，那个其实我私下只有给一个人看过啦。对，那个人是谁就不好说了。来哦，啊啦，没错，愚人节快乐，各位啊，愚人节快乐，啊哈哈，啊，就是这样子，有没有很开心？不是我们的，啊，我们愚人节的皮，你看会动不是很棒？好了好了，今天2.0就到这边了，没有啦，好啦，正式喽。好喽，看看这个脚，然后人家皮不上，你看我们皮都要从脚开始看，对不对？你看这个鞋子。啊，这个脚是不是很香？然后这个应该要这样子。等一下哦，这切掉了，可恶！好，这样子，你看我们的脚，对不对？大家都喜欢从脚开始看，对不对？栗子安安，
然后你看，哇，这个手，哇，你看。你要转是不是？哎，好，这就是啊，我们愚人节 2.0 的皮。好啦，来，我们再一次认真一次，好不好？好了，现在颜色出来了，来，那个鞋子开始出来喽。哎、欸。有看到一左一右有那个八 bit 的兔子图案，对，没错，这个这次的风格是走八 bit 的，嗯，那这一次是由熊罗夏，就是之前做刚刚那个，我之前一直来用那个啊，有桌子的那个皮也是熊罗夏画的，那这次是都由他给他那个发挥的，那开始哦。重点是这裤子，你看，有星星，有云，对，没错，看，很棒吧？来啦，到手了，可恶，手要出来咯，来，这次的手，对，没有戴好。一只有戴手套，一只戴护腕啊，但重点是上面有涂指甲油，右手是蓝色，左手是黄色的。哎，说到丽人，那三小时前你在熊罗夏下面就有人说，看来新皮是真的了。哎，好，我们继续往下，那裤子上面有那个一样就是像素的吊饰。对，好，我们继续往上咯。肚子、肚脐，有没有？雅思安安，来继续继续。然后有看到这个会动的拉链，对，没错，也是像素兔兔。渣渣安安，哇！哎、欸，我 FB 上有你的广告、欸，哎，那个手把的广告。来哦，在已经到锁骨肩膀的地方了。好了，大概就到这边了。然后一样啊，这还是可以随时切换成这样子。看不到了。好啦，那再来是。还是脸咯，来三二一 ，Hello， 其实这张脸不适合刚刚的声线啊，应该好，应该好这种声音有没有？嗨，大家好，啊，我是繁星，对，啊、早安呐、啊。啊，没错，来看一下头吧。我们的头，你看，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安妮的头发上也有一个啊，我有一个，对不对？我们有一样的发饰。哒哒哒哒哒。让我再多玩一下，其实私下有在有个小笔记啦，有说要做说什么做什么的。好，那这就是这一次的皮，那也是就是请熊罗夏画的。那晚一点我会在那个下面的资讯，然后那个标记他的一些资料。
好了，再来是我们的配件。对，这次配件不止眼睛会变色，来，我们眼睛是这个，看好咯，可以这样子变色。重点是它可以异色瞳哦，你看，什么托尼法式，哎，有没有很好看啊？哎，对，然后其实我只给他一些小小的建议，那他就是帮我做到这么好的，天哪！当时就有想要做一个皮了，只是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不知道找谁，然后那时候刚好小熊他有在弄 2.0 的全身皮，我就有去问他说，欸，你有空吗？你可以委托你吗？他说可以，只是他，我从去年11月就有跟他聊啦，只是他刚好有个课程，然后就是他想要让那个他学到更多，然后用在我的皮上，所以我们是今年3月底的左右的时候才完成好的。好，那这个是眼睛的部分，什么叫眼睛的部分呢？没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哦，开始咯，开始咯。就是表情啊，首先第一个是生气，应该是说阴沉啦，就是对这个，那每个表情一样可以异色瞳，很棒耶，感谢弯弯的11个月。好，那啊再讲一下，感谢花音的5个月订阅啊。会想要做皮，主要是因为之前那个皮它能动的幅度跟表情动作就比较绑死。我说其实我在实况上，你看我只要其实没有表情的话，我的脸是这样哦、喔。对，其实我一直以来在实况前就是没有这么开心的笑容呢、啊，都是这种臭脸。哈哈，用死鱼，所以我想说来一个比较正式一点的 2.0 的皮。那第二个表情是这个，眼泪会动。感谢栗子的2个月，对，就这个。哎，我以后都要用这个表情说，安妮，要不要跟我玩游戏？很久没玩了，安妮。安妮跟我玩游戏。哎呀，那个这是哭哭脸。感谢 Joy 的6个月，感谢小雨、小伟，安妮是安妮那边的观众对不对？欢迎欢迎。好，那刚刚是哭哭的脸，再来是这个，我要加个配件，这个是害羞，那个其实他说害羞，他有点过分，是我在测试这个表情的时候我才发现。因为我的眼睛张开是这么大，对不对？但是我要把眼镜脱掉，看好，看我眼睛中间是什么？是爱心欸，但是我戴上眼镜它就变小了。对，我有爱心眼睛。其实你是我的忠实粉丝，没事没事。哎，我的粉丝也是安妮的粉丝，没事没事。小熊啊，我妈出现在 YT 聊天室了啊，可以色色。哎、欸，你
我是很后面才知道你在眼睛中间加爱心哎、欸，天啊，可以戴隐眼，所以我其实要把眼镜拿下来，我眼睛才能张那么大哎、欸，不然你知道我的眼镜它抑制了我的眼睛吗？你草图有画哎、欸，我没看到哎、欸，哇，然后这个啊，等我一下哦。这个东西我要加个配件上去，哎、欸，超搭的哎、欸！因为我昨天就是在无聊在研究说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后来我发现，等一下，好了，我回来了。那个，其实他头上有冒烟啊，就是可以拿来煎蛋啊。这个头是可以拿来煎蛋的哦。啊，我发烧不止38度了，蛋都熟了。对，这个煎蛋还不错玩，丢掉，干掉。哎，好可爱！哎，我跟你说。你之前不是有用一个东西吗？我载下来。等一下，这个，你这个我有载下来玩呢、欸，这是你做的吗？我其实有载下来玩哦、喔。感谢小妞的1000点啊！待会小妞你继续留下来，有个东西就是拿来用你这种东西的。也是熊熊送给我的，你好久没看到他，我其实私下都有在用他、欸。有小马尾，对，当时就是因为我头发太长了，大家都知道我马尾了。哎、欸，好了，不要害羞了，不要害羞了。然后我们再来是第四个就是也算是我标，我也常在用的啦，就是。这个很累啊，很累，不想开台，然后快死掉的啊，就是一样，我没有口水。那这也是之前那个组件批的时候有的。发烧列车要开咯，有没有人要上车啊？哎、欸，这次发烧列车有猫哦，这次发烧列车那个有猫的嘟嘟哦。那我们第四个结束了，紧接来到了第五个，那个是闪亮亮的，这个对，这个是比较自信啊，但是我觉得哎，你知道吗，看到这个自信的脸，眼睛自然会眯起来笑，笑完之后就会觉得哇，好像更有自信了，天哪、啊、好不像我。哎，我跟你讲，重头戏都在后面，前面这些都是小菜，好不好？那再来，我们来到了第六个，先关掉。这个，你看哦，其实这个脸，它我嘴巴闭起来，就不知道我的脸是臭脸了，所以我今天心情不好还是怎样的，我可以开这个皮，然后把眼睛换掉，你们就不知道我心情不好了。好了，以上六个表情符号都是这六个啊！感谢阿洋洋的100，感谢小雪的100，感谢呆鱼的100。对，我说一下啊，因为昨天在菜站那边看到新的发烧列车贴图，是一只猫咪，好像抱着爱心吧。好，我们表情到这边了。那再来是众多女粉丝喜欢的环节，看到我上来了，对不对？我上来了哈。首先，第一个，哎，怎么按不了？哎，好，来，刚好哦，有没有看到？
什么东西掉下来了？什么东西掉下来了？不行，小哎，小熊，我说真的，你做这个真的很棒，但是我自己又很害羞啊。哦不。好啦，来咯，就是，哦，这种效果是大家喜欢的吧？当然喜欢啊。那想当然都拖到这边了，你看他其实拉链做得很好。那再来是这个主播好过分哦，怎么一直开开关关的啊？好啦，来正常正常咯，就是啊，对不起，可以这样子，然后可以脱掉。哎呦喂啊！对，那脱衣服的部分。理论上我是不会常住啦，有衣服不穿，天哪，为什么？穿衣服，哎，好，这就是衣服可以脱掉的部分了。那还有哦，还有哦，还有哦，感谢小伟暂定五份订阅，谢谢。哇，你送到燕子了，哎，想看脱光光。晚点好不好？晚点好不好？再来哦，是这个，就是其实布偶这个东西在实况上真的是蛮碍事的，蛮不是说碍事，就是会挡很多画面跟视线嘛。那一样是可以关掉的，关掉兔耳朵的，我不觉得很不像我了吗？感谢火鼠几份，等我一下哦。感谢火鼠赠送十份订阅，谢谢。等一下啦，你们这样子，我等一下演示会有点……哎呀，你本体不见了，没办法。可是这又是另外一个感觉，你看，有兔耳就叫繁星，那没兔耳叫什么？叫星啊。看起来真的很陌生，对不对？你谁？你是谁？好，那我们还是打开好了。等一下哦，打开它，打开它。好，这刚刚的环节。再来是其实之前有几次有一些比较久没见到的一些观众啊，或是一些妹子欸，然后可能想跟他们打招呼啊，就好久不见，然后什么可能聊天是打个爱心嘛，我可能就只能用爱心打回去了。对，后来我就跟小熊说，你可以帮我加个比心的图吗？就比如说啥安妮啊，可对吧？按错了，不是安妮。然后，哎，肯回来了啊，玩腻了，回来是不是？按错了啊，这个啦，就是比如说啊，好久不见这样子，对不对？我想干嘛？按错了，哎呀。一些新衣装出配信总要有一些那叫什么突发嘛，意外啊。对，就这个想说啊，给爱心，哇天哪。那可能番茄在我聊天室打爱心嘛，我就可以回这个，我就可以这样子了啊，番茄。对，那这就是爱心跟这个
这很棒，对吧？哎，右手是女生用的，左手是男生用的。哇，而且重点是他爱心也是像素风的，哇，好喜欢哦。下一个，下一个，这个比较可惜啦。这个其实熊熊他的话是手把推的时候会显示说你按到哪里推到哪边，可是他这个是插把手把。然后我有试过 Switch 啊跟 PS4 手把，然后有照他的那个软体去弄，但是侦测不到，所以很可惜啦，这个就整到这边了。就是对，可惜是这手把不会动，但是可以玩像魔物啊，玩 Switch 啊那些用手把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玩一下。这个就是手把的部分。等后面啦，后面反正功能在啦，如果后面真的要弄的话还是弄得起来。那其实我的脸颊很可惜，就是火鼠好了好了，感谢火鼠又十分订阅，谢谢。那再来是这次配件，我最最最喜欢的东西是这个，他会跟着我一起动哦，你知道？知道这只卷卷耳会动之后，我都想叫小熊说，那可不可以额外做一只卷卷耳的就好了，就独立卷卷耳出来就好了啊！那好可爱哦。对，然后我就是有说我要设为的，因为他粉的嘛，他粉的兔子对我来说意义又很大嘛。感谢米米赠送五分订阅，谢谢。对，而且我跟你讲，他画的卷卷的比我画的还要好看太多了，我天哪，肉再移出来，真的假的？谢谢，谢谢妈妈，这时候这个就留给你了。感谢小伟赠送十分订阅。哇天哪！啊，这是卷卷耳的部分。就是之后，原则上啦，我应该会一直把它摆出来啦，就是一直摆着，在这边一直跟他一起玩这样子。对，就是这真的是我最喜欢的配件。那再来是这个一定要放下，这不放下我会变怪力，就是这样会变这样子。这不关掉的话，等一下会很恐怖。那再来是这个笔，对啊，主要是因为这个笔在啦，想说，因为其实比较少在画画了嘛。那最近又回去碰绘图板。然后最近又想要去买那个，就是荧幕的绘图板，因为我这绘图板也用了12年了，所以讲真的啦，该换了啦，所以才想说找时间去台北啊，还是哪边去挑那种荧幕绘图板。对，那好笑的是。熊熊你怎么没有麦克风？那这次没有麦克风没关系，麦克风我会自己架在桌上自己画。极乐派二我知道啊，4月4号啊，我在等。对，就是好，现在手的东西就到这边而已了。那再来是熊熊有一个很恐怖的科技。啊、我先把自己缩小一点，好，这样好了，来咯，就是它可以，
没有跟滑鼠一起嘛，因为荧幕绘图板这种东西，你要现场挑其实比较好。你如果用网购用什么的话，其实就是怕说你用的触控触起来感觉不一样啊，还是什么的。对，它可以这样子，它所有功能都一样，还可以用啊，像卷卷耳啊，然后耳朵关掉啊，耳朵关掉是哪颗？对，这样子，然后或是异色瞳啊，都可以。变小也可以拉链，我知道。哎，要拉是不是？啊，你看它其实全部功能都有啦。哎，你看刚刚看 Q 版看久，突然变回来又好不习惯哦，对不对？好，现在是最后的功能了。那这个功能是熊熊最后完成前做的。感谢火鼠，你又送多少了？等一下，你又送什么了？你又送20份？你怎么了？你被盗？感谢火鼠赠送，总共40份了、欸。你是不是听不到补血声音很不爽？好了。那再来是我额头这个东西，头上这个东西，这是跑马灯。然后它的功能是可以自己打字上去。但是这个打字功能呢、啊，它需要用到 Photoshop， 它需要就是额外修改啦，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目前预设是这样，什么？那等我一下，我现在马上弄。等我一下哦，因为这个要弄到 PS， 然后要另存档案。那你们先看这个吧。那这个它。跑马灯的字不能太长，所以我没办法打太长的字上去。等我一下哦，给我个一分钟，待会给你全世界啊。我看一下哦，感谢。另存新档。好了，应该这样就好了。啊啊啊啊啊啊啊！事故！白痴！哎、欸，我私下练习这么久啊，竟然还事故了，白痴啊！事故白痴，冲来！哇，这才是正确的啊！感谢火鼠小牛小伟这样子。对，这就是可以随时打啦，只是你的 PS 要开着，然后就可以在上面加这个名单，就可能跟团团一样吧。今日最大干爹上面是谁啊？今天玩什么游戏？这样。番茄什么好的什么东西？然后看一下哦，
你看，刚刚又多了小雪嘛，然后就加小雪。小雪，你不是没钱？啊，不是没钱，你是不是要交？小雪，然后就是可以及时更新，只是要等我大概30秒。对，这就是小熊最后送给我的东西。好，你看，加小雪的血不见了。啊，这个就是我刚刚不是说吗？这不能太长，太长就会这样子，所以。等我一下哦，哎，事故，感谢嘉轩的23个月，哎，事故连连，天啦，男人我扁掉了，没有你减肥成功了，好，哎，这是最后了。都是跑马灯，有没有及时更新？感谢活鼠小妞、小伟、小雪这样子，谢谢你哦！你看你减肥成功，哎，不错吧？对，这就是这一次新衣装。对，我本来想说跟大家开玩笑说，它可以还可以变成这样子啊，就是变回预设这个跑马灯。嗨，阿靖 ，Hello。然后啊，就是想说，这就是新衣装了，这样不是很棒吗？哎，我们就只要当个影子就好了。今天事故很多，两次而已，什么事故很多？哎，配件很多哎。老大，你怎么变帅了？你在开什么玩笑？是很帅，我怎么是长颈鹿？我怎么拿到的是长颈鹿？我想要猫啊！啊，你哦，我们出配了30分钟，哇，比我想象中的久哎、欸！我以为10分钟就结束了。啊，主要是那个啦，赠送订阅的声音太久了，事故了。好，那个就到这边了。那待会要来玩游戏了。哎、欸，感谢今天来收看。那下次有再拜托小熊的再来跟大家说。嗨，樱花，好久不见。对。说好的猫呢？它真的有猫，它这阿洋洋，你贴猫出来，我刚看到你有，你贴猫出来，你看有这只猫啊，这是猫吧？大哥怎么是鸟？我怎么知道？我以为有猫嘛。用这个玩吗？对啊，就是，狂野之心是没办法啦，因为我狂野之心只要开皮就会抢资源，是没办法。对，然后就这个，我们又可以用这个开始在玩了。啊，我没有那个什么聊，就是人家实况的专用的 UI 啊，我自己没有用啊。就是有个什么游戏啊、聊天室啊、画面啊。所以你要玩吗？我要玩啦。我其实昨天就想要玩了，只是我想说等新一结束之后再来玩。怎么了？你不是让我玩吗？你是说狂野之心还是萨尔达？我要玩萨尔达。对，我要讲一下哦。我们的番茄大干爹又送了我萨尔达，谢谢番茄，有让我有游戏玩，谢谢。看一下哦，然后我们把卷卷耳叫出来。好诶。哎、欸，对耶！我其实那时候问说，可不可以再加个布布上去的，让加太多又很不好意思。布布被取代了。
纸片人贴贴了，哎、欸，太好了！我跟你讲，啊，以后跟安妮玩，我的眼睛就会是粉红色了。这只卷卷鹅好可爱哦，怎么办？它笑得比我还可爱，哎，它还是台主吧？你看，这只卷卷鹅其实才是台主吧？可爱成这样子，哎、欸，你画的卷卷鹅真的好可爱哦、喔！好了，我们把声音停掉吧。哎、欸，我是真的没玩过塞尔达，也没看哦、喔。那时候番茄玩塞尔达，我都只是按那个按背景音在听而已。啊，这人，等下视窗都要重新调一下。你看这耳朵就太长了啊！你喜欢可爱的东西，但我也是啊。可是有些可爱的东西，我就真的画不出来了。哎、欸，这个其实会挡画面，对不对？萨尔达好像东西都在右边哎、欸，所以我也不爱用兔耳朵、啊、我知道啊。得人，得人，关闭。我昨天去刷了四场太晶洞。都没有给我出膏药，我好难过。你饥饿派送我了，不是还不能吗？哦，现在能买了吗？对，你刚刚被赠送到了，豆腐安安。完了，卷卷鹅，你让我鼻子好痒哦。你先去睡觉。耳朵要关掉了吗？可恶！耳朵，还不能买，想说还不能买啊？你怎么说先送我了？你第一场就膏药，对我第一场也是膏药，可是后面打了几场，因为昨天看安妮说他说什么好像必掉膏药吧，我就去看，我就去打，没有掉，我比较欧，我比较飞。感谢爱修的镇定。你挂背景听，不然要被剧透了。哎、欸，他可不可以命名啊？我要把林克叫做情敌。等一下，我声音好小，因为昨天在听姐姐台，把游戏声音关超低的。哎，我要把他叫情敌。这好不像我认识教主，等一下是要回去了是不是？等一下哦，我游戏画面想拉大一点，看不见，视窗好小哦。把那耳朵真的好陌生啊！我带回去，等一下哦，耳朵在哪？耳朵。好，长回来。那等我一下哦。那这样子好了，好不好？我们这样子，移动，切视角，操作说明。哎、欸，按下是蹲下。X 跳，为什么 X 是跳跃？X 是跳跃 ，B 是收起。
什么也可以实时跳跃？蹲下时移动速下降，像对点精英。怎么会有游戏也可以实时跳啊？哎，调查。还是有的都比较好，我完蛋了。这样就好了吧？你上来啦，来了来了，来了啦！不是啊，每款游戏的跳跃键如果都不一样，都很痛苦哎、欸。我可以听到呀哈哈的，对不对啊？你快神奇石板中间放发光，虽然第一次看到是石板，但总觉得有点怀念。安妮说完这个会哭，我已经准备好了，然后这个眼睛了，还是放左下，它地图在右下，不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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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来了。然后顺便脱一下外套衣服，不要？不可能！安妮说脱我就脱。等一下哦，攻击！哎、欸，管人的肌肉肌，你看我还记得是怎么攻击。可是跳怎么是这个啊？打开。打开袋子。惨惨安安。啊，我改一下那个标题咯，等我一下。标题啊，游戏分类。我记得这叫什么 The Legend, 是不是？The Legend of 萨尔达完成。耳朵可以弯下来吗？不行，我没办法当垂耳兔。弄忠诚点数换脱衣选项吧。啊，十万吗？没有啊，不然就是5000啊，脱个5分钟。白痴哦，只剩下肩膀看屁呀、啊，不要看。只剩肩膀，你也看得爽。哎，我刚拿到什么？哦，裤子。对。当如实哦。哎，安妮，我看你打那个，哎，你的慈悲打慈悲。什么时候要一起玩？哦，那1000才多，太练才了，但我喜欢。哎、欸，再加这个不是更挡视线吗？天哪、啊，解除封锁、啊！干什么？文字安安，欢迎安安。可以跑吧，我记得。哎、欸，没有，哎、欸，没有，哎、欸，没有，是瞄准。然后嘞，咻，没错，我们现在玩原神。哦，对，谁跟我讲玩原神，我都会生气，自己还讲。
哎，不是，我之前不喜欢原，没有说到不喜欢原神，只是很多就之前都会拿原神跟这款比嘛。啊，真的很明显就是原神是在学这一款游戏啊。虽然后面做出他们自己风格啦，是会有一些白痴粉丝或是一些想要消费啊，或是反串的。红裤子。对啊，会反串的那些人啊，会说什么啊，什么萨尔达抄袭原神啊，什么之类的那种东西，又导致我对原神的变得很不爱玩。有吗？虽然他角色很香啦，他的角色很香很好看，可是就是碍于那些粉丝的行为，让我对原神很反感。所以你安妮尖叫声，哎，你们要好好珍惜这个尖叫声欸，我搞不好过阵子就换掉了。毕竟人家是有形象的偶像啊！快速切换武器，长按。哦，啊，温阳，我就是晚点要找你，就是我晚点要在下面新增一个，就是帮我画这个皮的一个作者，然后就是要。多加一个就是他的连接，对，晚点再跟你要那个，跟你用这个，因为想说你烤腰雅思，我直接烤腰下去。你快下班了没有？我还没有。我这个起码至少玩到八点吧。安妮开台再带过去。攻击，呼吸。啊，我看一下，切换武器。好，我还记得。哎，不能乱打哦。嗨呀哈哈，烤苹果，用我烤苹果香喷喷也可以当零食，恢复星星，那是叠字哎，恢复星星，那是我的烤苹果，苹果还是得烤到焦才好吃，哎、欸，我有吃过烤那个哎，烤橘子，因为那时候感冒很严重，然后我爸就是橘子中间加盐巴。然后拿去烤，说吃了马上就会好。我咳到死，那烤完之后橘子有够甜，我整个被锁喉哎、欸。嗨，把不安安，你这个地方干什么？佐伊是谁吗？他两年没出现了，我记得啊，只是没什么印象了。佐伊还记得啊。海拉鲁王国啊，我会比较少看聊天室啊，因为我想要认真的玩这款游戏、啊。之前狂野那些跳进度我是觉得没差，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打化兽啊，就是连线打化兽，打一打打过就好了。结果导致狂野之心那公主死掉我都不知道欸，我想说奇怪，怎么后面有剧情说什么？公主去了哪里了？然后才想到安妮有什么公主死掉，我就从后面新增的 DLC 那个更新开始看啊。对，我们狂野之心后面有新增狐狸。对，下次你拿火把干嘛？当武器啊？好吧，好，长按。我刚会了，刚好学费。
开启减号功能，减号功能。哦，他有 Switch 玩。目前为止，哎，萨尔达地图是不是很大、啊？我有点担心哎。虽然我不是路痴，但是我那时候稍微看一下人家地图上面密密麻麻的点，我好担心哦。删除。那时候谁呆鱼他们在玩那个原神的时候啊，我也是跟他们讲说没事啊，你们玩啊，玩得开心就好。高举投资这是干嘛的键？可以取消吗？哦，投资啊，我的树枝坏了。一天就可以解完地图，你试过啊？可是我新手哎、欸，看不出来我新手吗？哎、欸，我讲那种游戏我可以玩超久的哦、喔。之前《魔物猎人》世界，我就在一个世界里面待了一个下午。拿不到，等一下我要习惯。你妈妈在敲我，不是？可是我每次敲你，你都跟我讲晚一点，晚到你都睡着了。我这可以吗？因为我其实蛮喜欢自由度很高的游戏。应该说，很多创作者吧，哎，转了不拿了，生气啊！还是我们可以拿斧头？攻击！哼，这是你逼我的，这能干嘛？这还能打吗？啊，冰冰，不不不，冰沙，好久不见，可以加推吗？不行，你，好啦，可以啦，让你推，让你推。哦，他包包会爆吗？我看说他好像可以。哎，我记得可以闪避啊。是我还没学到。哎、欸，哎、欸，哦哦哦，会了。我下次出现可能要几个月后，到时候补订阅。没事，有出现再跟你打招呼。台主好正，等一下有没有？是不是有人跑去 FB po 文什么的？你们谁跑去 FB po 了什么文章啊？吸引了你们这些小坏坏过来啊！哎，怎么快速收武器？这样哦！哎呀呀呀呀！拿起！啊！秋秋对不对？我有做功课。你叫秋秋，哈秋。哎呀，你秋秋棒，秋秋棒，公主最爱的秋秋棒。
我手把真的要换了，会飘。我那天在圣诞挂着的时候，我的角色前面，比如说前面是那个嘛露营桌，我就只是去尿个尿而已，他就这样子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已经走到边界说你不能离开野餐区域，什么变态、欸？你说我变态？你现在会说我变态了？你变了？啊，白痴！等一下啦，我在干嘛啦？哎，不习惯操作啊！波克棒。话说你跟安妮说好的接二连三出击，没有啊，没有说好的啦。而且我其实新衣这个东西是我去年就有跟安妮说了，我也希望我们是说好的啊。哎呀，搞不好是说好的啦。你看，而且我们的法式都一样，嗯。这个代表什么？看我们的头上的头发发丝一模一样耶，这个砍掉比较快，对不对？还是他说有锤子就可以用？啊，不行。其实我很怕这种游戏的原因，是因为他武器会坏掉。艾美又知道我是一个很舍不得东西坏掉的人。哪边还有树枝剪？没树枝了啦！秋秋过来，打打！哎呦喂啊！打开包包，好苹果。你可以用复制大法。不会吧？虽然后面都是跟那个米米拿复制起来的球果。我按歪了，我按歪了。我们很棒，我们很棒。之前跟安妮啊，在帕迪亚逛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好不想上学哦，我们附近先绕一绕好了。对，碍于他要拍片，他就先去准备了。然后我就在胖丁那边狂刷猛刷。后面拿大师剑。坏掉会自己修好。盾牌，只用盾牌防御敌人攻击。啊，好多东西要记哦。哦，这是跑步哦。哦。坏掉了吧？
顿刺左边，拉弓是右边。然后嘞，可切换持有的弓箭。哎呦，这个是楼一哦，弹钢琴游戏要讲哎。就是主线不破是破支线的概念吗？没错啊。哎、欸，啊，怎么换近战武器？咦？这个是弓啊。哦哦哦哦，懂了。想说，啊我近战武器嘞，拿起。咦？DC 那个手机版连接的话，还需要按照步骤去进行管理审核吗？啊？你在问什么问题？如果拿到身份组的话，要啊，你还是要照程序来啊，你才会拿到一个东西啊。哦，手把会震。哎，中骗了，花这么贵的钱就死掉啊！游戏结束。所以我第二次我就要逆身去土耳其迷失那边了。大反，你要买五月份的萨尔达二吗？番茄又也送给我了。你说王国之泪吗？要见王国之泪，那时候不是有那个吗？发布会的时候，那最后五分钟十分钟是王国之类的消息。那时候安妮兴奋到整晚睡不着，然后我就跟他说啊：“哇、啊，到时候我也会玩啊，这样子。”然后他还是建议我就是前面旷野之息先玩过，他说剧情是衔接嘛，就想说都要玩了，然后。啊，也答应他会来体验。反正一开始是想说他如果因为他说旷野之息不王国之泪上市之前他会玩一下旷野之息，我想说就看他的台然后玩就好了，但他是说偶尔开玩一下，然后私下再来补一些进度。啊，他太喜欢萨尔达了。啊，我就被冷落了。早く。这可以摇树干掉树枝下来吗？啊，如果我真的万一武器都打光了怎么办？没有武器怎么办？那、啊、我怎么下去？我这。啊，掉下去吗？
哎、欸，怎么下去？拿炸弹炸，我哪里有炸弹？好好的欸，哦，白痴哦，下去啊，没事，下去，欸，怎么出现下去啊？下去又不见了，哦哦哦哦哦哦哦，放手。那么塔上的情况怎样？你听见城堡来的声音啊？我需要念吗？我怕我念出来顺序相反又少念了什么，假如不念了。你看那家伙突然现身，不仅破坏街道，还夺取许多人们的性命。你看人们性命，你看人民的性命，还可以自己乱加字。而这一百年当中，他就用那样的姿态一直盘踞在象征王国的海拉鲁城堡周围一动也不动，哎，这就是我的眼睛跟我的脑袋搭不起来，我的眼睛跟脑袋会打架，懂了吗？所以我不喜欢玩剧情游戏，哇，我不喜欢念剧情游戏是这样。如果从这跳下去，恐怕只会摔得粉身碎骨。来吧，请你把那个给我。哇，他好有礼貌的要东西哦。不能白白送给你，这样好了，拿沉迷于某处的保护跟我交换如何？好，出发。开启冒险笔记。999。哦，看到了，那个是不是？当塔从地面冒出的同时，神庙也会开始像是发光光芒。哇！我今天因为昨天不是菜渣开台吗？然后他们最后不是 building 更缺人，我想说缺一个，我想说好啦，我就去。就一去的时候，狐狸就说他想休息了。我想说，那我就不参加咯，不然又多一个又缺一个的。我想说就当旁观。结果一盖完之后，盖了一个半小时。然后最好笑是凯洛，他一直说没有看到画面嘛。结果
我记得一看凯洛的荧幕分享吓死，他按了 F1， 他所有的 UI 界面全都不见了，也、欸、很好笑哎、欸，吓傻了我哎、欸。这能吃吗？松鼠最爱的乳外都藏起来。松鼠说：“哦，可以咬树枝吗？”哎，树枝就只能靠剪是不是啊？如果没有复制的话，阿尼啊，看到了什么？我、哦、林克应该是会游泳的吧？不会不会，再沉了再沉了！阿尔宙斯啊，我阿尔宙斯前期还没有游泳过哎、欸，可恶，还没溺死过。哎、欸，他个。落水的画面，真让我想到那时候阿尔宙斯，有人直接就是被强迫进入战斗，玩家在后面是快溺死了，要死啦！逼，怎么开包包？开个包包不是这个吗？哦，袋子，哦，冒险笔记袋子。哦，可以原地烹饪吗？如果有火种就能点燃它。哎、欸，那我可以。有一点火就能不断燃烧的火把，一旦收起来，火就会熄灭。哦，所以我现在没有火种，好吧，那只能吃了。好了 ，Kima 秀，哎、欸，他要手动存档吗？哎、欸，扫 QR code。哎呀呀呀呀呀！抱歉，抱歉。听说帅哥新皮很好像冲过来看，你要看什么？该看的你都没看到欸，这个关掉。还有更好看的哦，我看一下哦，这个你要看这个吗？实力之力，还是你要看这个？哦哦哦哦哦，够好看吗？不是，他刚好教学吗？我刚才看聊天室，脱衣服，脱衣服是不可能啦，就说不可能了。调查啊，这样出去的都不对，白痴哦、喔！哎、欸，《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可透过倾斜移动哦，陀螺仪哦。
哎，就屁孩在玩电梯。肯定是这个吧？调查。我跟你讲，我没有动哦，这个是我手把自己让我走过去的哦。哇，这里是离端机吧？我都本来想说，在萨尔达出之前就玩一下动森嘛。我们去捉兔兔，磁力抓取附近金属物品，透过金属物品，然后，哎，那刚刚外面的是不是可以举啊？刚刚的金属大石头，使用吸，太。嗯，然后放弃。哇，好好玩哦！哎、欸，伊凡还在吗？咻，在，好，没事。等。哎、欸，这是不是隔挡？哦，试试看。做一下了。不行，挡了，不行，挡了，打架。它是可以盾反的吗？哎哎哎！我看一下哦、喔，我给你看什么？嗯，没有啊，他们刚刚说的脱衣服是这个啦。你看我的衣服脱掉了，够赤裸裸了吧？没有这个啦。好了，不能看了，不能看了。啊，这一定是掉下来走回来的东西。啊，那这个很明显吧？都吃力了。咦？可以盾反，举盾加 A， 时机要抓好。它快坏了。咦？这该不会也要吸吧？林克，你怎么在破坏人家东西？好喂。调查我那时候以为萨尔达的钱跟宝可梦其实差不多，
有那时候买下去之后发现啊，太贵了吧。然后番茄就一副很冷静的说：“嗯，没有啊，萨尔达反正就是这么贵的啊。”你还可以华顿哦，华顿我知道，我跑马灯呢、欸。哦，对啊，这是今天的大干爹名单是这些。我本来是想要，本来跑马灯上面要加番茄啊，我说哇，这款游戏由番茄提供。哎呦，射出来了！有买 DLC 吗？我不知道哎、欸，应该是没有，是额外剧情吧？还是会额外道具啊 ？DLC 应该是没有买啦。我知道有鱼人啊，我觉得鱼人好好看啊！我跳过啦，弯道啦。那为什么没加番茄？那我加东西啊。有摩托车，那我没有买。你连阿尔宙斯都没玩完，该玩了吧？等一下哦，不行了，他快不能加了。番茄，番茄，茄。哇，我这个要缩小了。缩小。看看哦，更新。白痴哦，又没弄好哦。档案另存 ，PNG， 白痴，更新，有番茄了，不是啦，因为他如果没去背的话，画面太不明显了，太难看了，懂吗？你怎么还在偷看，小熊？什么意思？这网慢看到这个了啊，就刚好嘛，可恶。你看，挡到画面了，等一下哦。啊！感谢雪莉的十一个月。这座台地上应该还有三座神庙，所有的神庙通过考验后。啊！你怎么讨价还价？不过神庙无论如何，你想找什么，从高处环顾四周最好找。对了，你可以再爬上这段如何？我再告诉你一件好事，你可以用西拉斯上看看地图。好，然后嘞，你才踏出神庙地方有蓝色记号，印记。听说只要是西卡支持的力量，就能传到我的。不过那是以前的事情，不知道就是假的。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你怪怪的。等一下，它右下角时间该不会是现实时间吧？还是这游戏时间吧？
个是那叫啥？霍格华兹。哎、欸，哇靠！介意剧透吗？是不会啦。我其实跟安妮一样，所以当时在安妮聊天室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剧透了一大堆东西。安妮不介意，我也没有多讲什么，只是当时他的聊天室有些人会觉得说，让安妮好好玩，然后啊有些就是想要帮安妮，给安妮更方便、更快的方法嘛。然后其实他那时候，他聊天室就有点小小的火药味了，我就很害怕，我就去缓和了一下，蛋白石。但是不要那种剧透是剧透那一种，我就还没到，啊你已经剧透到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才十等。啊，剧透的东西是三四十等之后的东西，啊，这种东西就没意义啊，应该懂吧？嗯，就都还没到啊，除非主播有问，对不对？今天主播问一个东西，然后你可能就可以剧透他说你现在进度还没到，之后会到还是这样？我觉得这样就还好。他、啊、就讲什么武器很 OP 啊，带那个带那个啊，结果 A 讲这个 B 讲那个，就导致哎这手把会搞我，懂没有？嘿嘿嘿，你是我的宝贝。静静看着我装逼，装备工长按切换。好的 ，T， 兵剑。哎、欸、啊宝可梦那个百变怪的事情，就是我之前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在生蛋的时候，身上就不小心带着百变怪还有其他宝可梦，就那时候明明可以一只百变怪生很多啊，什么时候改的、呀哈哈，是你吗？他说安妮每次找到那个索财灵都是呀哈哈。我很多伙伴在不同地方，如果你发现可疑的地方，就看看有没有他们的踪迹。呀哈哈，嘀嘀咕咕，他的臭爸爸。哎、欸，你那时候不是跟我讲说找到后会讲一句话吗？那句我还记得哎、欸。这些看起来就有鬼啊！哎、欸、呀，你今天会开吗？你今天会开吗？还是你想要说息息息息息息相关？
波克林之谷。啊，我那时候看说这些是他们死掉会死掉吗？哎、欸，等一下，我按到了什么？我突然想拍照了，奇怪的繁星。哎、欸，我按到了什么拍照键？好，这个吗？睡哦，我就是喜欢自拍。我望远镜哦，开啊玩魔物哦，好哎、欸。八点吗？那我要看你玩魔物，我要关台了，我要关台了。望远镜，看来你刚刚没有在看解释啊？刚有教吗？刚刚有教的吗？修哥安安。哦，头不爆就会。哇，那可以玩很久哎，这个游戏。冒险笔记。哎、欸，啊，怎么开地图？不是，这个哦，这个。当前地图，初始之塔，哦，这个就是，哦，啊，我现在干嘛？我现在要干嘛？他叫我爬高的地方看，对不对？啊，有流星，我希望可以跟安妮一起玩斗阵。哎呦，拿起，哎、欸，青蛙。素素青蛙在嘴边的明天，它的肉中还是敏捷的，但怪物小，比较速度的药。哇！还有没有青蛙？哎、欸，安妮，你对《Don't Starve Together》有没有兴趣啊？虽然它最近改很多，改到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玩。这是饥荒。斗阵愚人节，所以加了新英雄，新的大招语音，有人哦。斗阵愚人节，所有英雄，那你要不要跟我玩啊？还是应该说，你愿意让我跟你玩吗？慈悲大飞的模式哦，所以你昨天。你早上应该说早上你玩慈悲在那边互怼人家，就是因为来听那个语音吗？他说可以传送，BOBO 安安 ，Hello， 哎，宝宝还有这个东西耶，宝宝。还有这个，哎呦，在这里，你会非要说呢？还记得？你发现有望远镜功能吗？有，我刚发现了。透过望远镜之后，找到神庙可以盯选。做记号啊！透过望远镜按下，然后按 A。他现在才教我啊！我怎么知道有望远镜？图钉可以在地图上取消。你为什么知道这个？你好厉害哦！好诶，艾尔好晕。这个，呜呼啊！这好方便哦。反正橘色都是吗？
所以那个遥远的山上这个也是哦，太远了吧？无法定选更多了，等一下哦。我怎么取消？我订那么多，那太远了吧？等一下，哎，我跟你道歉，前面太久没玩了，没事啊，没事啊，不用道歉了、啊。删除，乱聘灯，哎呀。哦，所以这个是正确的哦，这个也要订，所以这个要订没错、哦。那还有一个咧，嗯，不定了。那个吗？是你吗？还是你？这个发光的跟 ARK 一样吗？要冲过去，不然会消失。他说还有三个哎、欸，可是我飙到四个啊！说到这个，我刚开台前呢、啊，突然发现有个频道在那个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马拉松，哇！那个真的是穿越番里面我最爱看的了、欸，真的好好看哦、喔！线上祝福，不是那边太远还不行去哦、喔。哦，谢谢。哎呀，按错。那我可以传送过去吗？不行，要走过去哦、喔。也是啦，前期哪有让你乱顺乱传？哎、欸，安妮，你以后早睡早起好不好？不然你就只能看我的记录档了。我干得赢那么多只吗？可以吧？安妮，奶好我，我要上了。哎、欸。哦，换剑士是这个哦。哎呀！噔噔！哦，这两天是真的有想回去玩斗阵诶，快速切盾。特洛伊安，啊，打招呼就跑，哦。太好了吧！天哪，这是什么神奇火把？收起来，怎么收武器？哎、欸，对，怎么收武器啊？哦，哇，那怎么办？
你的包呢？下台再用。好。哇，他说我包包不够，我最担心的事情果然还是发生了。哎，问一下哦，那个四跟五是什么意思啊？像这个有四跟五，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等级伤害值，我现在上。所以我要往这走。刚刚用剪的便便换包包，我用刚刚剪。你看我的阅读是不是有问题？用刚刚剪的便便换包包，我可以念成刚刚用剪的换包包。欸 CSGO 是什么时候变免费的啊？我记得四五年前它不是还是1000多块吗？等一下，你干嘛？这种东西，后来真的这个要躲欸。欸，他存档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存啊。不要看我。欸，死掉的守护者摸一下这个吗？要摸这个吗？哦，我再试一次好不好？等一下怎么变？哦，好好好。咦？
我不会死啊。啊，骨头这么脆的啊。等一下，我现在还不习惯一些操作啊。骨头太脆了吧，嘎嘣脆鸡肉味。他怎么切好烦哦，同事。哎，怎么在这？现在打他好像很不划算的，你看看这个血量。冲！又回来了。等一下，闹钟响了。元节快乐，西亚向安。新手打个太难了，我觉得我东西射光光都没了、欸。那我走了，拜拜。错了。检查装备，骨头不够。见识应该是不够啦，哎呀！哎，会爆！OK， 你放过他啦，他做错了什么？他杀了我两次欸，怎么可以这样？放过他，那个我就不确定了啦，白痴哦。啊，不行了。等一下，怎么换盾牌？哦，白痴哦！再一次，我起风了。哎、欸，坏了！
对不起，坏掉了，轮拍坏掉了，我可以玩吗？有没有好玩？我要回来啦！哎呦，怎么做事？说啥呢？对游戏不熟而已，熟了他就完蛋了，好不好？诶？我没有手，我没有大炮呢。哎，我是不是太早来了？我没有炸弹呢，还是可以拉？不行。还是其实要靠刚刚的光线把它打爆。对。哦，对了，我可以爬墙哦。我可以爬墙哦。它是嘟嘟嘟嘟嘟嘟，声音一没有就按吗？我还抓感觉，笑什么笑什么？哪天都把怪按到地上打就很无聊了啊！啊，怎么是这里？嘟嘟嘟嘟嘟嘟，又要重打啊啊啊啊！啊，这比卧龙好玩啊！卧啥？卧龙其实比较好玩啊。没有啊，这比卧龙好玩，真的啦。啾！好，我听到了，啾一声。它会自动存档，那怎么刚要等一下吧？啾啾，好，没错，没成功。哎呀，你我是不是有天分？天哪！齿轮，啊，你快夸我！哎咻哎咻！只是它好多按键，我要习惯。那 L1 跟 R1 要按的东西好多哦。海拉鲁靠你了，其实不是靠你跟我吗？呀，没有你我也不会来海拉鲁呢。造反神庙之人啊，我自家巴西夫，我将以女神。啊，有没有考虑过有些人阅读能力比较慢啊？哇，哈哈，我还没念完呢。你看，按个 R， 按个 L1， 现在要多了一个新技能，这该不是大炮吧？不是大炮啦，炸弹吧？
遥控炸弹，你可以遥控引爆透过正方形炸弹跟方形炸弹。有长按上键啊？哦，现在可以这样了，是不是？阿方跟圆差在哪边啊？猴子，红，然后嘞？啊、然后咧哦妈等一下我再试一次丢出去然后按这个爆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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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手剑，啊！你怎么就这样出去了？对不起。等一下，按键有障碍。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呦，这样子丢出去，哎咻！哦。酷欸，我总对这边有印象，番茄是那时候解这类似这里的时候搞到很烦。啊，不是这里，不是这里。我要干嘛？啊白痴哦、喔、这是拿来发射的哦、喔。啊我就不用了是不是哈哈。然后按这个。啊，放置哦。哦。哦。啊，这个是干嘛的？
那个骨头是在抓屁股欸。好吵喔。从高处下跳下拉满弓，拉满弓，所以我现在可以这样子。好耶！安安高科技兔兔，嗨，妮妮默默。哎、欸，等一下，稍等我一下啊，我要看一下小熊刚敲了我一下，破坏之力。啊，我看一下他敲我什么。哦、oh, ，他教我怎么让眼睛变大啦，因为我的眼镜嘛，我不是刚刚不是说吗？其实我眼睛长很大，但是眼睛侦测到是小的，所以他这个我私下等一下观察来弄一弄，就是他教我怎么让眼睛张大的方法。这个过不去。哎、欸，哪一个啊？哪个位置啊？然后这个来了哦、喔，三鼠，太远了吧？哎、欸。还有哪边可以去？塞到吐，哎，没事没事。我那时候搭客运啊，之前在就是台中找鱼干菜渣他们的时候，就是回家嘛，预计到台北时间是八点，就那时候碰到好像是端午节吧，结果塞车塞到。预计八点到嘛，就塞到11:40几才到北车，然后那时候马上冲去捷运站。我到捷运站的时候是11:58，如果整点的话，捷运就不收，不让人家进去了，差点要搭计程车回家。对啊，所以就是那个嘛，那个没错啊。不，不关台了啦！你怎么了？怎么不关台？哦，我看着你不开台了，我想说你怎么了？等关台的时候转机去安主播那吗？我肯定关台去看的啊！那么久没跟你玩游戏了，我去抢魔物猎人的位置。看一下哦，哎呦，不够，哇，亮亮的什么东西？木剑，哇，就知道有鬼，过来。
串肉或鱼。哦，欸，烤肉欸。啊，烤肉肉，欸，啊！哒哒啦啦啦！对不起啊！啊！怎么就把手榴弹放下来了？哎，我怎么烤苹果？烤瘦肉，将火直接放在。苹果怎么烤？走过去放，手持，然后嘞，放置。咦？欸，开始拿苹果，然后放旁边。放旁边手持，好欸，手持，欸，手持，哦，五个，返回游戏，然后放火上烤吗？欸，好好玩哦。会坏掉吗？烤苹果，烤苹果啊！你为什么不合群？为什么就你最特别？手持，放置，可爱吧？可爱啊！欸，你推的游戏哪次我不喜欢了？怎么就有一个最特别？你是繁星吗？为什么要耍特别？欸，欸，这颗是天选的苹果是不是？为什么？都是的，咪得咪得，手持，手持，问号问号。香喷喷更甜了。欸，有烤不熟的苹果。欸，有了有了。欸，果然要因材施教嘛，对不对？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就只有老师会不会教，看老师有没有耐心啊。哎，就看老师有没有耐心了啊。烹饪之后，这个将锅子吧，食用后，它可以一起拿吗？青蛙可以吗？我们返回游戏，我没放好啊，不是啊，它就只能放在远处啊。完了，烤海拉鲁蘑菇。欸，这真的可以玩好久哦。完了完了，完蛋了完蛋了。
咪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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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我先离开，晚点回来。帅哥，晚点就要关台了。啊，我记得你很烦欸。你有今天啊，你好。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怎么操作？哎，武器不见了。女人双手剑。我的天，你真的很有天分的。你是说哪个方面？你是说丢手榴弹的部分，还是乱叫的部分啊？欸，不是，你不觉得我玩这个叫的成分比玩卧龙那些还要大吗？欸，这样子。你看我玩卧龙玩什么都顶多，哎呦喂，还是怎样的？哦，林克啊，那叫林克时间哦。我刚想说，不是有个举盾吗？然后举盾，然后可以跳。我想说跳应该就是闪避吧。哎咻！哎，干什么？情敌，你够了哦！你知道我现在叫林克都叫情敌吗？可恶了，可恶了！看一下，他刚刚说这个可以穿食物，怎么穿？可以用来插鱼肉。你爱的是米法哦，那就好。林克是谁？林克他是哑巴，我记得你说他是臭哑巴。米法跟他讲话，他都不理你。然后其实当时林克啊，他的发型真的是我蛮喜欢的，就是鬓角毛很多，然后。你会看我每次只要画那个我画的 Q 图啊，只要是画到鬓角那些，我其实鬓角的毛都会画特别长。干嘛？我跟你拼了！怎么还一个人？不要再丢了，不要再丢了。哦，这个哦，动作受到限制。哎，吃饭吃饭。吃起来更甜了，有安妮甜吗？哎，嗯，喵喵。
没有，我现在思考我要怎么换斧头出来。哎、欸，啊，这可以砍吗？哦，不行了。啊，这武器好钝哦！啊，完蛋！我没有要拿，我想拿磁铁。啊哈哈！叫什么繁星？繁星玩得很快，很快乐哎。啊，这不能捡起来，好浪费哦，烦哦。嗯，我黄蜂的20种方法，我还记得。这造型好看是愚人节限定吗？没有，愚人节限定是这样子，这才是愚人节限定的皮肤。啊，按键还要习惯呢。那跟安妮就在聊啊，说宝可梦的按法真的是反人类。精力旺盛菇，锅子哎、欸，锅盖，盾牌啊，里面有人吧？一大大鸡吗？暖暖草果，似乎是老人的利器。至今完成的救急料理，名为辛辣海陆煎烤。瘦肉跟暖暖草果，但是想不想？哇、wow, 感觉是很重要的东西耶，斧头满了，没事，到时候有聊天室了。如果还没入手 Switch 是不是不应该先玩宝可梦？不会啊，因为其实很多游戏的键位都不太一样啊。哎、欸，请问这个可以锅子是可以煮东西的吗？你今天买了一个感觉你很喜欢的东西耶，你还敢说你昨天在菜渣的台出现？对啊，其实不一样啊。我觉得操作最障碍的是阿尔宙斯啊，阿尔宙斯是我玩起来是操作最障碍的一款游戏。你可以煮，很可爱，怎么煮怎么煮。我要丢东西下去是不是？是这个啊？不是啊，你要干什么？繁星收武器。打开包包。好。手持。哦，有烹饪呢。哦，
好棒哦！反清收武器，刀出弓箭，没错吧？啊，不是，我忘记哪个游戏他收武器是按 R2 了啊。繁星收武器、欸，他好棒哦！靠近会点燃这个哎、欸，哎呦，我下面在发光。我看到你咯，米得米得，伊达他不，那叫什么？米兹给达？布隆布隆，盾牌快坏了，那就换一个啊。丢弃，然后丢弃，然后武器，我看哦，棒，武器满，盾，白痴哦。雷、欸，你还射？我现在很捡，你的头是跑马灯诶、欸，对啊，就是想说那些斗内大干爹啊，哎呦。就抖内大干爹那些可以拿来跑马灯啊！感谢杰云的四个月。你今天买的东西给我看，那你是啊？你是啊，你是啊！烤瘦肉。哎，那个锅子的话，就只能在地图上找到之后才能弄吗？而且它其实。可以带在身上，跟小当家一样，就是背后背个锅子啊，随时可以露营用。不能携带，哎、欸，哎、欸，那个嘞？劈下来的那些柴，他不是说要有火才能用吗？那些火源是怎样？你放在地上，然后用火焰箭射下去，是不是？原来这才四个月啊！你看你。好喂！啊！我就知道，等一下，棒！哎、欸，真的是这样子的哦！哇哈哈哈！我越来越知道，不敢讲太满啊！打火石加铁质武器或火属性武器。哎呦，打火石哦，咻！哇，你那罐人也太大了吧？不对，你这个是彩虹糖吧？你那个是彩虹糖，不是 MM 吧？
我现在比较少吃甜的了，最近鼻子里面那种痰越来越多了。哎，只能多喝水了。哎，这怎么上去？爬上去哦。哈！哇！慢慢绕，慢慢爬，你体力不多。你在做什么？不过得让身体朝你方向看才行。仔细瞧一下，你不是带着我的斧头吗？把那斧头。啊！你要砍哪边？哦，你要倒那边是不是？哎呀，依我的慧根是走那边过去哦。他提示我太多了，哎，为了报答你，我来砍了。你之前说你喜欢 L6，你有多买一罐？我喜欢啊。我蛮喜欢吃 M&M 巧克力的啊，就是我刚刚说的是彩虹糖，那彩虹糖太甜了。他故意给三颗是因为怕有人傻傻的把树砍完，结果没有砍到对面吗？可能是我。哎，原来是你的屋子哦！我有 M， 我有丢证明给你，阿水，你是要给我？下来了，想要吗？可以啊，可以啊。繁星，繁星收武器，你还拿？会不会死啊？啊，死就算了啦。你找时间寄给我，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啊，东西就……哦，下次不能这样搞了欸，东西没有了，好亏。这罐够我吃半年，你确定呢？一天就没了吧？你就看到我突然挂急诊，血糖过高。清明节之后，连假没人送货，没事啊，我又不是不开台了。假没藏东西。太不合理了。爬得上去？ Serious？ 波西安安，HA 有种病，耗耗子。这一罐750克欸，屁啦，上不去吧。
然后就说不是从这边上去，可以啦。我信你个鬼！你是不是太晚提醒了？哇！你当来砍木头，你当木头啊，也好啦，这是我遗失的播客枪。什么东西不要嘞？树枝，拜拜。对不起。刚稍早还说哪边有树枝可以拿，现在树枝拜拜。哎，这个月可能都要玩这个了。这边才能爬吧，不要再拿弓了，繁星，我生气了哦，每次都拿弓，然后接王国之类吗？没有啊，后面还有，我们还有狂野之心要玩，狂野之心有狐狸耶，有粉色的樱花狐狸，也不是说都玩这款啊，中间还有那个啊。饥饿派画家可以玩，这才是嘛！我刚抬头看，就没看到一个好像可以落脚的地方。不一样啊！明天就可以看到我眼睛变大了，我要去割双眼皮了。那么雀魂呢？雀魂现在不是哈基都在玩吗？给他玩啊！素素蘑菇。移动速度变高，有。我每次玩类似这种游戏，都喜欢把游戏难度加很高。就像《魔物猎人》好了，明明有个东西叫做那个叫什么药，抢走药，就是可以增加我们那个体力消耗，耐力消耗减少啊，跟那个加速耐力回复的。啊，我偏偏就是不喝。导致我玩那些要需要耗体力耗耐力的职业玩得特别辛苦，等到香香的温泉造型复刻了，我已经买了、啊、我现在我那时候就说嘛，哎，说什么雀纹有东西耶、欸、我说啊，可是没有灰夜姬我就不会想买啊，就隔天灰夜姬的那个温泉造型预览图就先出来了，我就买买买买买旷野最难的最难好像真的很难，什么意思？欸？还有大师难度啊，我现在玩什么难度啊？他有二周目吗？有二周目哦，那要 DLC 开启大师，哎，番茄买给我的好像不是大师哎，不，好像没有 DLC 哎，你干嘛？繁星放下，繁星放下，繁星手上的东西放下，可怜的蝴蝶，
蝴蝶，你好可怜。啊，看来再来的东西就是他了。泰斯，不要纠正安妮哦，我要把你 ban 了哦。老师太帅哦，白痴哦，我怎么看成泰斯啊？哈哈哈！天哪，我的眼睛！啊，我怎么是泰斯模式？我是说上面那个太帅啊？就是安妮啊。那、啊、就是安妮啊，之前跟我一起玩魔物狂野的那位啊，那位声音好听的妹子啊。我是说太帅模式没错，真的假的？这么帅哦？哎 ，DLC 多少啊？时间啊，停下来吧。啊！这该不会就是时间暂停狂打，然后把东西打出去的那个技能吧？我之前好像有看过人家用过，就是暂停之后啪啪啪啪啪，然后解除后直接往前冲，是不是那个？哦，是啊。对，停止的思想冲击力可以累积动力，这就是那个啊，啾啾的一个技能不是吗？你可以暂停，打完之后站在上面，物体就会飞走了。哈哈，沙瓦鲁豆，我要自己按哦。哎，哎呀，点这个哦。噔噔噔噔噔噔噔，那节奏怎么很像 ？Sorry Sorry Sorry， 那个马甲马甲马甲，有没有很像这节奏？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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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了，快敲！哎，宝箱，你好，繁星，打开包包，干声控装备。A 修 A 修 A 修 A 修，完了完了完了！林克，你去死吧！哦，他还会这样子哦，哦，可以中途想换班量的魔度，哎、欸，白痴。你还不吃东西啊，繁星？在玩啥？萨尔达？我在玩啥？萨尔达？安妮最爱的萨尔达呢？你还不知道？太扯了吧！这个我都知道了。打完神庙会补血，你要想一下，我可以活着出去、欸，哎、欸，我好像可以、欸，我要独打，我跳下去来得及吗？我们在玩林克，
你在玩哑巴？嘟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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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武器！哎呦，你怎么每次都按这个收武器啊？这么想玩弓箭啊，繁星？只会扣一颗心，那我多跳两下。过，我应该用手把的对不对？可是画面已经够小了，我手上再拿手把的话，好像很 K， 很 K。哎，换武器，换武器。这是干嘛？干什么啊，繁星？啊，满了吗？啊，7:52，感谢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跟林月很好的 SS 赠送2份订阅，谢谢。刚刚嘞哦，在这里，它是任何武器都可以敲吗？欸、可以哎、欸！我还不想现在飞出去啊！女人之弓，满了，好烦哦，什么都满，哎呀！那个大便什么时候才可以换呢、啊？你最爱的树枝，我没有最爱树枝，我最爱的是安妮。啊，不要觉得我在胡说。请问，那个海可在哪边啊？我看不到哎、欸，地图。哎呦，你又拿弓哦，气死！哦、大便要去找一个大精灵换。好，请问苏醒神庙？神庙？哎呦，我四个神庙了啊？还是？咦？磁力？破坏力？时间暂停啊，这是什么啊？这就是我一开始的地方啊。哎呀，请问最后一个在哪里啊？还是我拿完了？回去找阿北？不是，我已经拿完了吗？就三个而已吗？还差一个啊？对啊，还差一个啊。我找不到那个在哪欸。我再看一次地图。大概哪个位置啊？黄河，哦，黄泉河，黄河，嗯，估计在这边吧。左边，左边是哪边？青蛙池塘这里还是？雪山那边？哪个叫雪山？这个？哦，那我很亏吗？因为我就走回来了、欸，哎。哇，完蛋！从地下看得到吗？你现在左边看到一个小水滩吗？有啊，这个啊，这里有。寨塔看得到。哎、欸，那为什么没看到它、啊？
哇，我想说拿完降落伞就去看安妮台。算了，我们八点准时鬼转过去耶、yeah ，不爆雷了，没差啦。如果你们怕我玩太快还是怎样的话，没有，因为今天我有，应该说主播有问啊，你们就回答也没关系。今天主播没问没怎样啊，你们直接哦哦看到了啦，白痴是那个哦。啊，为什么刚没看到？咦？走桥过去吗？不想要带我？对啊，是我在问啊。我现在鼻子痰好多。你要先找可以暖身子的食物。哇，这游戏前面就这么凶的吗？这可以吧？你当初新手卡台地卡了一个礼拜。哇，那请问那个草果附近捡得到吗？拿东西去哦，随便煮就会回升回暖了，是不是？还是只要吃烤过的食物就可以了、啊？哎、欸，我好像问太多问题了，不好意思，我自己去死，死了才会成长。环境去死吧，跟昨天的固乐顿一样。你已无法承受严寒，如果继续待在这边会……哇、wow ！拿我这个去烹饪哦、喔，我、oh, 啊，所以我要先去找可以烹饪的地方，是不是？他怎么知道我事倍若冰？四倍怕冷，哎靠！有哎、欸，哎、欸，好可爱哦、喔，很会捡东西耶、欸。还有谁？有，我有看到温度计偏冷啊。哎、欸，骨头，你的头咧？我在那里，在剪头。呵呵。哇，好冷，好冷，好冷！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们锅子借我煮一下，我们要打架好不好？和平，和平，和平。我只是想借厨房。哦，和平，我们就不能和平共存吗？哎呦呦呦呦呦！哎呀，我炸到我自己了！哎呀。繁星，你不是有人在射吗？射他们！哎、欸，哦，他可以，我刚刚是不是射到石头，白痴哦、喔！哎、欸，我要死了、欸，好可爱哦、喔！
不要被我抓到怎么上去哦，你们就完蛋了哦。不要被我知道怎么上去哦。看样子大家太认真玩游戏，嘴巴会张开。没有，我一直都会啊。所以你没看到我之前那个皮，我都只露半张脸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我在找东西、看东西太认真，我嘴巴都会违章啊。啊，这个是不是？可是要怎么拉下来？看一下。不行，都不行。提示用弓箭，这提示太困难了吧？这提示太累了吧？天哪，你们完蛋了！我是有提示加成的人了，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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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了。啊，就这儿，沃克顿满了。哎、欸，你来啦，回来啦，啊，下去啦。哎、欸，这下去了、喔。哎、欸，八点了，八点了，我去挂个台。不对，姐姐几点开台？八点，八点半，开台了。新衣服好看，谢谢。我现在有点，就真的很想把那个啦，眼睛变大的问题先弄好。明天中午再来玩萨尔达。哎，我先，你们是用这个是不是？还有说什么推荐的食物吗？还是随便煮？前期不要浪费。就这样子，这样子，哎、欸，啊，这锅子怎么没有？哎、欸，啊！我是天才吧？安妮开了，对啊，我想说，最后问一下这个，我是不是随便煮就好，只要材料里面有暖暖果就好了，是吗？哎呀，这样子。对一半，什么叫对一半？那不然要怎么办？我还要加什么？不能用两种效果会抵消。我刚才想说要不要加加速嘞？那就这样子咯。啊不不，乱组会失败哦。辛辣水果拌香菇，三分钟哦，三分钟。哎、欸，那稍早的那个配方，没事没事没事，总有办法的。烹饪，黑暗料理，可是前面安妮的片头会
有一段时间手持。对吧，其实现在用这个皮啊，用五个草莓12分钟，直接五个草莓下去哦，这个哦，他玩魔物，我知道啊，我肯定知道的吧。哎，是不是不建议把所有食材都之前煮的熟成食物啊？啊，这组最后一个了。不建议，对，因为煮十二东西不能再煮嘛，对不对？好啦，哎、欸，我要怎么手动存档？这有手动存档吗？还是直接关游戏就好？嗯，有，怎么存？怎么存？教我一下。好了，一凡，你稍早没看到的背包系统，背包系统哦，哦，谢谢，来咯，这个东西之后实况可能会用到，但是现在不会用啊。给你看可爱的兔兔。然后啊，这个啊，拉拉链好了，就这样，感谢大家，我们去鬼转安妮台吧，明天中午再来玩。好啦，感谢大家，说拜拜咯，拜拜拜拜拜拜。欸，他把帽T穿上去了，走，我们过去看他穿帽T。走啦走啦，明天见明天见。去用眼睛吧，好。那大家 YT 的也拜拜咯，明天中午见啦。阿长阿长拜拜，欸，阿长给你看这个阿长。啊，拜拜，不是这个。阿长给你看这个。好啦，过去咯，拜拜拜拜。我弄眼睛了。